消息啊，各位观众，就是呢，这个日本女留学生的这个命案呢，现在出现了一个进展了。就是呢，日本的警方呢，在当地时间的4点，就是我们刚刚3点的时候，召开了这个记者会，而且呢，已经公布了嫌犯，而且确定呢，这个嫌犯姓张，而且已经这个发动了这个通缉令。还有待会儿呢，我们会有这个最新的电话连线。